接下来下一首是倪先生的歌曲。马戏团大家想到的会是小丑戏吧，欢乐的音乐声却也血淋淋地体现了现今的社会体制。我们不应该就这样当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所以内心的声音不该被忽视。现在就让我们欢迎来自朝阳科技大学的林敏浩、陈华智、赖博凯和陈伟玲所带来的马戏团运动。有了，谢谢。嗨，大家好，我们是朝阳科技大学。他刚刚那个开场白超温馨的，好猛！你们有听过林先生吗？有。那你们会唱这首歌吗？真的假的？那前面可以给你们唱吗？真的假的？好。来，开始吧。等一下，大家麻烦借我你们的身体配合一下，可以吗？手借给我。
先。哇，哎，这样子，你们是那文学系蛮多的，对不对？大家都超级无敌冷静。好，我们原本接下来要带来的是，也是明先生，因为我是明先生的始终粉丝，对，所以原本要带来小朋友，可是我刚刚改变主意，我要唱个 Hello， 可以吗 ？OK， 因为我发现那个中国一吗，也是唱 Hello， 没关系。因为以防他们等一下就是你们不会跟着唱，所以我先教你们一遍，可以吗 ？OK， 我先唱个副歌，然后大家就会唱的就一起唱，你们就唱 Hello 就好了，可以吗 ？OK， 好 ，OK 唱了，然后喝口水。哎，顺便讲一下，那个我们是长科大丰阳吉他社，然后我们吉他周在12月21号，如果有刚好路过，真的是不小心。就可以去那边看演出，好吧？要走在天空以上的世界，如果你也曾想象它的美，记得说 hello hello hello。送给你们。那如果忘词，大家见谅一下好不好？趁眼泪流完前，多难过些，别给自己太多脆弱的时间。太多去浪费，冷静着就开，别急着睡，别给自己太多自虐的纪念。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于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上的世界，如果你也曾想象它的美，记得说期待着他的美，
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在他的约好会面的地点，如果你先见到了他的美，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这个你唱 Hello Hello Hello。 谢谢，朝阳的朋友，让我们可以跟着你们一起唱歌。现在呢，非常感谢来自朝阳的朋友带给我们这两首精彩的歌曲，也让我们邀请朝阳科技大学的吉他社上台，感谢你们今晚的表演，也上我们的摄影记录下这美好的时刻。刚才主唱有讲到，12月21号是他们的吉他周，有路过的话，记得要去捧个场哦。要走到天空以上的世界，如果你也曾想象它的美，记得说 Hello Hello Hello。 在那个约好会面的夜，刚才我们听完来自朝阳朋友的 Hello， 接下来下一组的表演是来自于中山医药大学，他们也是要带来 Hello， 但是是另外一种感觉。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中山医药大学的连子贤、赖宏恩所带来的 Hello。大家好，我们是中山医学大学，那我们要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中山医学大学，那我们在1月、哦、我们稍等他调整一下，他会讲半年。对，然后我们在1月4号在微风广场，在我们学校微风广场有办我们的起初惩罚，对，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参与一下。可以吗？有点梗，我继续讲话吗？有一天，国中老师问学生肌少的下一句是什么，然后学生就说化痰。好了，我刚才突然想到再一个，你有想到笑话可以讲吗？那再一个，有那个可以支援我吗？我已经没有笑话。七小化痰蛮好笑的。喂，那个我们要唱的也是 Hello， 可是就不一样的 Hello， 就是那个 Mary See the Future 的 Hello。Hello, I can see you tomorrow。
出现在我的梦境，我才发现无法停止心中那道涟漪，这样吧，别挣扎，见到你或许就会有答案。Hello Hello Hello， 我们其实没太多交集。I just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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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e feeling that I can feel. You say I know I know I know because you know I love you so. 总有了99分热情，剩下1%的确定将你抛弃。最无后顾之忧，而且是最美好单纯的喜欢。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中山医学大学的张家豪所带来的我把我的青春给你。
更正一下，我们惩罚是1月3号，谢谢。美好的时光。什么原因？那中山一的朋友，我们期末惩罚见哦。你的表情怎么让我紧张的快要喘不过气？怎么办？那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中山医学大学。是郭顶的歌曲，他之前入围了6项金曲奖哦。这首歌用带点英式摇滚味道的曲风，唱出冷感却不失温度的歌曲。
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静宜大学的小四、逸轩、宇真、宇乐以及硕文所带来的七美弟，欢迎你哦。好，谢谢。好，哇，唱这首真的很紧张。好，那我们是今天就是等一下我表演嘉宾是我们小松江松林，然后我是就是学校就是学生表演的最后一首，然后是杨俊浩，这是小四。我们要表演的歌是来自郭宁的《七美弟》，演讲。我们小四一段。Bass 的那场大声一点，谢谢。然后这把左边这把吉他，我手左手边这把吉他的那场再多一点，谢谢。那个这把吉他再大声一点，谢谢。不好意思，这颗最左边这颗尖音可以送多一点吗？每句话扎你，我就能静静。
见，别说再见，我已再经不起离别。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了想念。在这之前，别说再见，请帮我停住这时间，就这样，别安慰。好，那各位手上那个节目本后面都有那个回馈单，那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填一下回馈单，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的活动，如果你们给的建议的话，是我们以后的动力。谢谢大家，谢谢。
快写。前面的中频要小一点点，声音。
特别嘉宾表演时间还有两分钟哦，如果身旁的朋友还没有回到座位的，赶快打个电话让他们不要错过这个精彩的表演哦。